对，可以去。我们走上面，就前面的位置。我们到了南洋理工大学，这没人，我们可以多拍一下。这边桌子都很多的，现在因为是受疫情影响，好多桌子都撤了，多半都是建议回宿舍或者有室外的地方。室外的，这边有充电的，有网络，有光，有风扇，所以大家都喜欢来这里，我也喜欢来这里。学习，我们就不打扰他们了。